原标题：伊朗抓获13名恐怖嫌疑人。新华社的黑兰2月21日电，据伊朗媒体21日报道，伊朗情报部门日前在西部库尔德斯坦省抓获13名谋划实施恐怖活动的嫌疑人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朗情报部门的消息说，这13名恐怖嫌疑人均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成员，他们谋划在库尔德斯坦省实施爆炸袭击、刺杀逊尼派宗教人士等恐怖活动。情报部门识别出他们的身份并将其抓获。情报人员在行动中还缴获一批炸弹和枪支弹药。消息说，这13名恐怖嫌疑人分为两个团伙，其中部分人员曾在伊朗境外接受军事训练，并受一名伊斯兰国头目远程指挥。晚安。